提升灵性同埋陶冶性情系童军运动嘅目的之一。所以童军誓词有对神明尽责任嘅承诺。崇拜会系一个敬拜神明、反思童军誓词同埋规律嘅场合。而会场会有简洁嘅布置，通常都会摆放有代表性嘅童军物品。在童军崇拜会之前，领袖是会齐集所有童军，然后至开始崇拜会程序。Troop alert！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户外聚所一堂进行童军的训练，而在这个这么宁静的环境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敬拜上主和反思下誓词和规律。请大家低头跟我一起祈祷，然后带领大家低头祈祷。上主，求你在这一次露营之中与我们常在，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次露营里面的活动和学习之中祝福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努力学习，享受在童军露营里面的时光。祈祷之后，全体齐唱一首赞美上主的歌曲。我们现在一起唱一首 Kumbaya。 Kumbaya, O Lord, Kumbaya, Kumbaya, O Lord, Kumbaya, Kumbaya, O Lord, Kumbaya, O Lord, Kumbaya. Someone's praying, Lord, Kumbaya, Someone's praying, Lord,Kumbaya, someone's praying, Lord, Kumbaya, oh Lord, Kumbaya.现在我们请一位童军，然后有一位童军诵读童军誓词。我愿意信誉为誓，竭尽所能，对神明、对国家尽责任，对别人要帮助。对规律必遵行。跟住领袖会有一段短讲。而家咧就让我讲一讲童军运动诞生嘅经过俾大家听啦。喺1899年，童军之父贝登堡勋爵喺南非梅富根嘅时候，俾敌军围困。由于当时人手短缺，佢就召集咗当地嘅青少年，同埋训练佢哋，希望做一啲后勤工作。我哋已经系一个拥有超过2500万名成员，有一位童军诵读童军规律。而家我请一位童军。朗读一下童军规律。童军信用为人敬，童军待人要忠诚，童军友善兼亲切，童军相处如手足，童军勇敢不怕难，童军爱物更识音，童军自重又重人。我们跟住全体齐唱一首励志嘅歌曲。We shall overcome, we shall overcome.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. Oh, deep in my heart,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. 然后领袖会再次请全体低头为自己的宗教祈祷。祈祷之后，领袖宣布崇拜会结束，童军依次离开会场。多谢 BP 成立了童军运动，使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一个这么好玩、这么有趣、这么有意义的团体组织。我希望大家日后可以成为良好的公民，贡献社会。今天的崇拜会就结束了，请大家依次聚离开。